在拱门这边哦，还看到这边哈。啊，小弟是高雄市凤山慢跑协会的理事长杨明道啊，很高兴见到那个我们许智慧许理事长哈、哦，那个邀请来跟各位大家进而跟大家问早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许智慧许理事长哦，举办这一次我们在北大武这边50公里的这一个超马这样子。那今天天气可能非常的，可能会有晴时多云偶阵雨的这个天气。希望有偶阵雨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呢好好的享受这样，时间呢是9个小时，我们以最高原则，安全为最高原则。那凤山慢跑协会呢，也在路上，我们有准备2个机动的补给站来支援我们这一次的补给。那记得哦，今天的完成奖牌我有出一半哦哈。啊、哦，谢谢谢谢啊！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纪念 T， 也没有那个完整奖牌呢。为了很多好朋友有反应，说我们就没有什么纪念的好东西了。我们就说，为了让这一场赛事能够更完整，那我跟市长趁我到蒙古去的时候，给我做了500块哈、哦，还是非常谢谢他呢、哦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那凤山慢跑协会今天大概报名的快接近40位哈、哦，来参加这一。是欺骗了你，跟我说我不爱你，这又违背我心意。昨夜我想要一阵雨，今宵又能把你忘记，总是不能忘呀，不能忘记，也不能忘记你，这就是爱情。总是不能忘呀，不能忘记你，爱情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跟我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这就是欺骗了你。跟我说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。这又违背我心意，昨夜我想了一整夜，今宵又再把你忘记，总是不能忘，也不能忘记你，也不能忘记你，这就是爱情，总是不能忘，也不能忘记你。